cuộc thì chắc
本来三五一对姊妹，自从爹先死了后，伊就是母亲，辛辛苦苦才养我姊妹生啊。自细汉，我着生水真水，是人看人爱。啊，不过我这个小妹真可惜，伊的面竟然生了一个胎气，是人看人惊啊。所以哦，为着这个胎气，是我的小妹，是我人感到非常的自卑。逐天拢稳定咧厝内底，安尼落去嘛不是办法。啊，无安尼是，但看今日天气真好，过帮来去招我的小妹，出外游秀红公子有事啊。
好有用，阮请袂用耐心哩。多亏阿爹，有北淡埔的三姐，让母子三人会当过着安定的生活。但是，我真怨叹，我甲大姊本是同胞的姊妹，为什么是共天各样月？阮阿姊生相貌美如花，也难怪是遐尼啊歹看。算无甲我做些记号，互我世上拢都爱遭受着异样的眼光，甚至恶言恶语相对。千不是万不是，是我的不好。我无怪任何人，只怪我的命歹。那大汉了后，对我的人生哪来哪自卑，哪来哪无信心？想着万中的岁月，感觉我都爱注定，苦苦到老心。
死看丹顶独住，分计我行家，将来是家财百万。讲来讲去哦，我实在是哦，逍遥的新婚，逍遥自在好日子。也毋过哦，虽然环境真恶，我人才嘛无歹啊。也毋知为虾米，因即阵查某囡仔喜欢我，也毋过哦，一日我都拢看无佮意。到即阵哦，食到遮尔大，我也袂娶某啊。是大人哦，着急赶紧嘛是无路用啊。也哦，娶某生囝即个代志，有当时嘛着讲究缘分。虽然讲哦，少爷新婚是无需要烦恼生活，也毋过哦，我嘛是希望讲哦，赶紧娶一个某，生一个囝，更免哦，我的是大人，大家着伫我耳根边伫咧细细念。伊想讲哦，准讲要出去外口的所在，会当找找对象。甲你一个人出门，拢是较无伴。要我总是想着讲哦，我迄个同窗好友刘顺的，结婚然后，我的故事是天差地。平平拢是好样啦，要我的故事比较较外向，要着我迄个斗阵的吼，比较较内向，也毋知安怎讲啊。做内面也毋是讲咧快点赚钱啊，伊哦平平一个自大，一心一意想要在朝为官。就是我爱讲伊啊，伊有钱就做生意就好，对无？迄个人搁要做官，就爱有官运，嘛是好歹离婚。伊哦，伊若是会当看破，坐伫我的身躯边，两个兄弟仔吼，做伙合作拍拼，来去经商做生意。甲人投资安尼，毋是逍遥自在，讲这拢无意义啦。安怎讲都讲袂听啦。伊就是拢甲人遐看书、读书，希望讲会当好福气。平姐，身为好朋友，嘛是会看，平常看伊安尼吼，一天一天甲来知讲吼，沉醉伫迄个吼书中的世界，迄吼真个无书呆，佮三年五年变书呆啊！为着伊的终身，伊的未来，好朋友看，这个、时阵吼，既然要出去外口，看有甚物姑娘啊吼，看佮意，就要招伊做伙同行，有伴哦，看会有这个机会吼。分着伊的运气，看到佮意的美女，啊，若娶倒转来做家后，兄弟同齐娶某，安尼嘛是意思一件。既然若是安尼，心意既定，就是来去找伊做。